哇哦，挖掘机他们今天要去建造摩天轮，出发吧！哦耶！工程车队到达目的地，就在旁边的空地建造摩天轮。挖掘机开始工作喽！倒车，转弯进入空地。挖掘机要来挖一个土坑。开始
维修吧。拆下坏掉的车轮，放旁边。再拿一个新车轮，给它装上去。装好了，来测试一下。没有问题。黑土机离开喽！谢谢挖掘机，挖掘机也可以走了。Ready go！
车厢装满哦。那就让挖掘机再挖一点石头。糟糕，滚下来了！石头压住了翻斗车的车轮，翻斗车怎么发力都出不来。挖掘机可以帮忙，调转插头，把这些石头通通都弄走。马上就成功啦！耶，翻斗车可以出来啦，太棒了！挖掘机继续挖石头，要小心点哦。装到车厢上。装满了，翻斗车出发喽！挖掘机完成工作。早上好呀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收割机要出去工作喽。哦，收割机开错路了，倒车调整方向，小心呀，收割机，后边有一棵树呢。不好，收割机把树撞倒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不用担心，小伙伴们来帮你。植树车出发，植树车要到林地里去挖一棵树。
是洗车店，是挖掘机开的。卡车来到喽！嘿，卡车，快进去洗洗吧。卡车进入洗车店，哇，好多水呀！开始洗车喽！洗完出来啦！等等，好像没有洗干净哎。哦，是挖掘机忘记放肥皂啦。卡车再进去洗一次。开始喽！哇，好多泡沫啊！洗完啦，卡车变得亮晶晶的啦。巴士也来洗车啦，进去吧。哦，挖掘机没水啦。挖掘机来检查一下。哎呀，确实是没水啦，去找人来帮忙。挖掘机来到了车棚，洒水车帮帮我吧。没问题，洒水车出发。洒水车到达洗车店，巴士出来吧，停这里，让洒水车帮它冲干净。都冲干净了，巴士可以走啦。洒水车也可以回车棚啦。喷洒车要去农田工作啦，转弯，到达农田，展开支架，开始给农作物洒水吧。哦，喷洒车没有油了，让清救车出发去救援吧。还有吊车，正在去往农田的路上。清障车到达，吊车到达。车要先收起喷洒支架，清障车在这里停好，到吊车出马啦，伸出吊钩，吊起喷洒车，放到清障车上，收回吊钩，前往加油站。吊车也要一起去哦。
喷洒车回到了农田，展开支架，继续洒水吧。工程车队要去挖池塘，运输车出发，挖掘机出发，装载车也出发。挖掘机开始工作吧。挖掘机要来挖个大土坑。Go!
水装满了，快回去吧。回到了，继续灭火。消防车把火扑灭了，可是旁边的草堆还有火哦。把灭火器放回去。